有毒的物件出正常入来，这是恁最官人一定爱知影。恁第一山出来动田来，怎讲？后来恁又变啥子啊？时间哦，等那几位讲的哦，时间你外口过来等嘛吼。我今日讲一句话啊吼，今日讲一句话，中国吼有三亿青年啦，吼中国人的，和咱台湾人印象正歹。政府是不是这摆带美国下水，和台湾讲啊，美国不是中国人来搞咱害，搞美国人来搞咱害，是不是有这个动机？有啦，都在高人讲的吼，讲外口你时间，你时间若有限，外口你代表。啊，今日感谢两位委员，甲大家做伙来说明各位心声。我甲各位讲，政府绝对是甲国民党放第一位，吼、哦。各位各位心声，放哪里？各位心声，放哪里？政府在搞的，甲各位的心声，欢迎往外中看。哦，啊，恁听各位老，各位老书，各位老书面老。谢谢他都副处长嘛来，我嘛要求带点点，咱讲，今仔就推翻啦，今仔推翻，所以阮就主席大哥来讲，咱来知看啊，因一直经心肝拢掠定，就是讲嘛交代，爱配合向美国签的议定书啊，都绝对要入来啦，观察都绝对要交入走啦，啊，这毒物啊都要入来，所以昨晚啊已经有证实哦，卫生署用公文给伊个讲，你要入来一定要有进口许可，一定要有进口许可。你一定若有人第一批要来申请进口的时阵哦，你一定要随咱同意，因为你嘛有代用公伫网站买用。所以咱若伫修法无法度，伫立法院动伊无法度，伫真正动伊无法度啊，咱就咱的战线战场啊，来又来街头啦。又来买头啊！你好冇？咱来动一股，咱卖好几百啦。韩国都安尼做，咱先阿咪当安尼做。韩国可以重启谈判，哎，为什么不行？这般无灵的政府，无灵总统都来啦。感谢啦，多谢你，谢谢啦，吼。感谢，多谢，我等你了，我等你了。我今仔日，你家这个立法院啊，已经无功能，专门咧等你啦。无开会嘛，不要紧，对不对？地方局啊啦，阮其他，阮的岗位，啊，阮的责任，阮绝对顾着，阮的尽阮的责任。啊，六个月过一摆，行着大家拢安心。所定的错误的政策，结果是因为行政官员不敢负责啦，公司面拢无敢负责。所以我想请问大家，既然政府没有办法照顾人民的生命财产，没有办法顾及我们人民的生命安危，这种的政府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没有，下台。所以，我在这里呼吁。我们全国的台湾人民，年底我们把选举年底的选举当作公民投票，我们用选票表达我们对这个无能阿法、对人民无心无情无悔无目屎的政府，表达我们最大的愤怒跟抗议，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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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透过传播，我们把这个声音传出去。我们用选票来表达我们人民最大的抗议，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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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过吼，所以咱今仔日一杯，好，先比较相近。到这里结束，啊，你不领我的狗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